哎，爸爸，你们都还在啊？他好像哭了。吸血鬼也有感情？不知道啊，我不是吸血鬼，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救你们的。救我们？这什么武器？那么厉害！我的洗脚泡泡水啊！ 咦，我说怎么这么臭吧？对了，妈妈，你刚刚说救我们。我回来，你们为了救我，全都死掉了。我回来就是为了改变历史的。有人怎么还没开门？难道开门？好，开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再见，我撤你们。 不好，时间不够，要消失了。都是我的。那你能让四龙消失吗？许愿成功。我去，你看到四龙没？四龙是谁啊？四龙是个大笨蛋。嗯，我怎么看见四龙了吗？什么四龙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没啥。胡桐，你这作业还不写呀？ 什么？作业还没写完？小五，你别对我太凶了，不要，你别管。你还在这干嘛？我写。我记住坏蛋。愿望再次出现。愿望有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消失。我就是喜欢你的性格。愿望必须实现。哇，这么多玩具啊！对呀，一起玩着玩。对哦，消失了。 妈妈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呗。这个石头给你吃。熊大和熊二的故事。喵喵，熊，你给我出来！喵喵，切个蛋。叫我干啥？我想让消失的人都回来。许愿成功。我们不是在虚空吗？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忘了告诉你，连续三次许愿，许愿的人会消失。哈哈哈哈哈。变成人的感觉多好。 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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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妈，你反水干嘛呀？又按错了。小五，我想上厕所。妈妈，我们也想上厕所。不要没坐，开车不是上厕所就是肚子疼。没有啊，给我坐好了。对了，哪个是油门，哪个是刹车啊？怎么都不坐我的车呀？哼！唉，自己不会开车还偏偏要开。对呀。烦死了！我说我开，还不让，不会开车就算了，还真是什么折腾。唐三，现在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要不我们走路回去吧？回去还有100公里啊，走路啥时候啊？那小五开车，你们敢坐吗？我不敢，我也不敢。唐三，那你敢坐吗？呵呵，我更不敢。走了。我走不动了。唉。 给我吃冰淇淋！快凉了，这个你不吃。哇！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啊！你写完作业，我就给你吃。我写完了，作业写完了，你吃吧。给我站住！作业都写完了。 还是没有好吃的，我好难过。姐姐，好吃的都给你啊！谢谢。你这个是哪来的？弟弟给我的。这些都是垃圾食品，不能吃，我就先收起来了。妈妈。妈妈。
出去！爸爸！进来，重新让我来感受一下。啊，好吧。爸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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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秋裤里的我也没摸。你西装里面也有，我也没揭穿呀。哼啊！经过我再三的试探，你们终于都交代了。我们也不想啊，都是爸爸逼我们的。哦，是你们逼我的啊？没有，是我们自愿的。我就知道你们跟你爸是一伙的。怎么又是你？就是我，你们就坦白吧。你们坦白什么？爸，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爸妈。梧桐，老六，你们这么大了，自己睡呗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跟妈妈睡，那我睡哪？我要跟妈妈睡，我要跟妈妈睡。给我起来！你们两个在闹什么？我想跟妈妈睡嘛。我们好久没跟妈妈睡了。你们跟妈妈睡了，我睡哪啊？你睡沙发呀。我凭什么要睡沙发呀？你们两个别闹了，自己睡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闹了。好吧好吧，今天你就跟我们一起睡，试一下。耶！你们两个别跳了，睡觉行不行？不行不行，马上睡觉，不睡就回自己房间去。小五，要不还是让他们去自己房间睡吧。哎，就让他们睡一天。妈，我想要听故事。我也想听。听什么故事？快睡。对啊，都几点了还不睡觉？我要听你讲故事。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烦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怎么？我也想要和你们一起睡啊。吴林，你怎么也跟着一起起哄啊？对呀、啊、弟弟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不是体验一天吗？睡觉睡觉。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干嘛？你大晚上的贴什么面膜啊？吓我一跳！对啊，你太吓人了。对呀、啊。睡觉了，明天还上不上学了？赶紧把面膜给我撕掉！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了？被老师留了吗？这么晚？怎么了这是？我咋知道啊？哦，你们三个干啥呀？还能干啥呀？昨晚听了你一晚的呼噜，还被你吓了一跳，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看到没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关我啥事啊？我又没叫他们跟我睡。今晚你不要和我们睡了，你那个呼噜声打雷似的，搞得我睡都睡不着，这还怪我吗？没什么，我都习惯了，没你爸的呼噜声我还睡不着呢。爸，你今天别跟我们睡了。对呀、啊、别影响我们上课好不好？老师说我还小，要多睡觉。对，那你们别和我们睡，你们自己睡。我跟妈妈睡。才不跟你睡。对呀、啊、爸你自己睡。我自己睡？你们还想和你妈睡啊？对呀、啊、你们和我睡，那你爸睡哪里啊？睡沙发。对，那是我自己的床，你们让我睡沙发我会睡吗？滚。爸你慢慢睡吧。拜拜。滚。起来了。啊，几点了？我去给孩子们做早餐了。做什么早餐？孩子都上完一节课了。小五，我觉得还是要孩子自己睡。哎，就让孩子跟我睡两天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那孩子们跟你商量的，睡多久啊？也没多久，就半个月。把地扫了。干嘛又是？把地扫了。又叫我扫地。姐姐，我们出去玩吧。玩什么玩？来地扫了。
我一过来就叫我扫地。我操，把地扫了，凭什么我扫地？嗯？滚！这就是你扫的地？五七，这就是你扫的地啊？小小六，你怎么扫的地？五桃，我不是让你扫地吗？凭什么让我扫地？集合！我指挥不动你了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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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哪听你指挥？你们给我闭嘴！你们一个个的，扫地有这么难吗？对啊，你们在学校都打扫卫生，怎么在家里就不打扫了？我说话，你能不能别插嘴？你们在学校就搞卫生，回到家里就不搞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我说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不就给你扫下地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人扫一天地。哦，解散。好，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怎么了？我去睡午觉了。睡什么午觉？扫地啊！今天我扫地啊？难道是我扫啊？没扫地，你俩能不能让一让？我又没挡住你。捕头，我在扫地，你俩去其他地方玩吧。哦，知道了，爸。啊，终于扫完了。你对不起啊，爸，我又不是故意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看你扫地的时候，我怎么收拾你。五七，今天该你扫地了。哦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旁边不是有垃圾桶吗？你为什么非得丢在地上？你不是在扫吗？木头，你怎么又乱扔啊？你扫了不就完了吗？哼！老六，今天该你扫地了。哦，今天地这么干净，不用扫了吧？你什么你啊？我扫地，你还不是添乱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家教主你在扫啊！哼！终于扫完了。你以为这就扫完了？客厅、厨房、卧室还有呢，快去扫！捕头，记得收拾干净点。哦，房间记得打扫啊！烦死了，弄得这么乱。一人扫一天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是挺不错的，在老婆大人的指导下，这个家是越来越好了。我问你了吗？为什么你们在学校就搞卫生，在家里就不搞啊？幼儿园不用搞卫生啊？哦，对啊，幼儿园好像没有。五七老六，你们两个说，你不是嫌弃我每次弄卫生弄不干净吗？你不是让我们每天回来好好学习吗？再说了，学校又不是我一个人扫。你们三个可以在家一起扫啊。切，虎腾，你也马上读一年级了，也要学着搞卫生，去学校里面帮助老师，帮助同学啊。哦，老六，虽然你瘦瘦小小的，但是你挺聪明的，妈妈希望你把心思用在学习上。五七，你马上要上三年级了，妈妈知道你学习任务重，但是你也要独立一点啊。对，我觉得你们妈妈说的很有道理，要好好学习。那以后谁做家务啊？肯定是你爸呀。点了一杯奶茶，但是根本没法喝，因为商家给的吸管是反的，这头嘛扎也扎不开，这头呢还扎嘴，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。上面呢给它剪成平的，然后下面呢给它剪成尖的，这样子、啊、我们就能喝了。有人不错，终于弄好了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别动，这个是灵魂交换器，只要握住两头，两个人的灵魂就交换了，所以不可以同时握住两头。你们作业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呀。小五，你拿个鸡毛掸子干嘛呀？不要。三哥，我怎么晕倒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小五，那不是我的身体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三哥，我怎么没有了？在这儿啊，小五。哎呀，求死了、哎、孩子们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啦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姐姐，现在怎么办？不会出问题吧？消失两个小时他们不换回来，他们两个都会消失。